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真的有个福字耶。前的那些棒秤，旧的棒秤很强，大家这个都拍照打卡。对，然后还有宜兰的金爪面包，现在十分彻底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真的有个福字耶。这个有福字的这个。这块蛋糕看起来很好吃，先吃这块。cheesecake 我吃过很多，这个 cheesecake 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有这个有金爪。有非常好，加的金爪真的是很好的创意，真的吃起来非常好吃。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我今天看到的我们育成班里面很多的年轻的朋友，他们做的食品也好啦，还有攀岩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新的产品，真的很惊艳。这代表其实一代一代的这个创业，会让台湾的产业走向更精致化，而且更有创意的时代。加油加油！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团结防疫后桂泥。